人，我爱人什么意思呀？对，我爱你。对，我爱你。那一天大家看到有一张奖状，是wife 颁发给 husband， 妻子发给丈夫的，或者 girlfriend 女朋友发给 boyfriend 男朋友的。为什么叫铁公鸡呢？说它是最佳铁公鸡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铁公鸡，大家看下面的图，它身上没有毛，所以一根毛也拔不下来。